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》，这是我们1838集的节目。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款传世系列的银河之力的 Starscream 天王星。它呢，我预定了很久，但是我买的那个卖家呢，至今一直没有发货啊。所以呢，我跟朋友呢借了一款，来给大家做一个开箱，做一个分享。盒子的话呢，在后面啊，标注了一个变形金刚40周年的 logo 啊，也近40周年了，今年会有新的动画片。相信大家在网络上呢也已经看过相当的预告了，也有一些很不错的彩蛋的解说。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这款 Voyage Class 的玩具呢，它的配件量呢稍稍的有一点多，那我们初拿到的时候呢可能需要做一点简单的小组装，那我就给各位要做个简单的小示范啊。首先的话呢，它的这个肩膀的这个造型的话，这里是可以翻出武器的，翻出武器呢从后面推出来可能比较合适，那所以呢按照这个方式来看呢，我们就把它安置在个肩膀的两侧。当我们熟悉的 Starscream 的话呢，除了一个三角形的体型之外，还有一个手臂上的奶射线啊，这个应该也是有相当一定程度上的致敬的。然后呢有这个载具状态下的垂直尾翼，它安装的时候呢是这个样子安装的，把这个红色的涂装呢是朝内侧，那稍微的去卡进去，这个卡进去之后其实是有一点偏紧的啊，那没有办法完全插到底哦，会留一截在外面，很厉害，对不对？那它还有一把枪，紫色的透明部件啊所做出来的。那这个枪的话呢，跟这个能量晶的钥匙啊，有一个 Decepticon 的标志，它是可以做一个小小的组合的，从这个地方这样扣上去，会形成一把比较长的枪。那如果你不愿意把这个晶片放在后面的话呢，你也可以把它给取下来。然后呢安插在它的后面啊，这个地方是有个插孔的，来把它给扣进去啊，这样一来的话呢也是一个不错的搭载方式。那这个呢就是它全部的配件装载上去之后的形象了。那腿很长啊，那么玩具本身的偷胶呢可以看到啊，几乎可以说是没有，手臂啊、小腿的后侧、大腿的里侧、背后还有背包，整个人物呢可以说是做到非常的扎实啊，难怪是这一次的话它是非常非常的抢手，很不容易去买到啊。脸部呢也是非常的帅气，人物设定的话呢，因为我没有看银河之力，但是人家都说这是一个最像男子汉的天王星，那想必来讲人气会很高也是很正常的。早年的话呢，我给各位做过马年限定的那款玩具啊，这款的变形跟它我觉得好像也是差不了多少。那它的一个头部呢两侧的这个喷气孔进气孔跟 G1 的样子还是有很像的，包括肩膀这个地方两侧凸出来的肩部。手臂的话呢平举是可以啊，但是呢造型的限制会有一些小小的卡住。那手臂的二头肌可以转动，手肘弯到90度。拳头的话呢也是可以转动，那拳头的话呢因为造型呢比较偏里面啊，转动上呢不是很顺手。腰身也可以转动，那转动的时候呢这个地方然后它限位了就卡住了，但是呢这个角度的话也已经够帅了，你看这个角度由上往下看啊，这个腿那么长看上去就是好看啊。没有裙甲的话呢，导致于它的脚呢前后左右的移动呢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没有限制的，脚踝的话呢也有很好的一个接地，以及脚后跟啊这一片可以单独的移动。那么它的一个跪姿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，腿长就是有这么样一个好处啊。那么本身的话呢，除了说应该是没有什么缺点，除了不容易买到之外，它已经是做了一个非常棒的玩具。那我们的话呢就来示范一下啊这个玩具的一个变形过程啊。首先我们把这个武器呢给取下来，肩膀这个造型的话你是可以不拿下来也可以一体变形了，但是我们干脆把它拿下来好了。那手腕的变形呢是揪住这个地方往外搓啊，这样会比较省力一点啊，这样子揪住这里往外搓，然后往内转进来到这边。那么这里你能量晶片拿出来，我们要做的呢是把这个洞跟这个凸做一个结合。那这里的话有做一个洞，从这里把它给折下来，然后呢这个里面再折过来，然后呢这里先把它给扣进去，稍微扣一下就行了。因为我觉得呢在这整个变形过程中呢，这个卡扣的话呢还是有可能会掉的，那我们只是先做一个大概的一个相对应的位置。我们要做的其实是把这一片这个凸是需要把它给弄出来的，待会的话呢各位就知道了啊。然后我们把后面的这个两片垂直尾翼到这边做一个结合，后面这个地方呢把它给抠开啊，推开之后把这个头
给塞进去。塞进去之后的话呢，把这个凸啊，要推进这个灰色的洞里头，把它给扣进去。好，到这边，那么下半身的话呢，先把它转到外侧。啊，对了，这里先把那个这个身体这个地方给折开，从这地方把它往上面扯上去。这里的话呢，会听到咔的一声啊，有点恐怖。这个倒钩哦，我是觉得吧，就是每次掰的时候，我都觉得是有那么点恐怖。是不是我断掉了疑虑呢？我是不知道，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人发生过灾情啊。然后呢，这个脚后跟往前面放，然后呢，这个鞋尖里头往前面放，这个部件呢就直接往上面推上去。这里把这个脚的话呢，从这个地方拽进来，然后这里有一个缺口，在这个地方把它扣上。那它的这个地方灰色的这个凸呢，灰色的这个凸啊，是要扣进去这里，然后就两个这个灰色的凸呢，同时用共用一个洞。那侧边的话呢，这里是这个我们刚说手臂这个地方有一个凸，要把它给卡进这个灰色的这个造型里头啊。这个单边就是这样的，另外一侧呢，我们也是相同的变形模式，把这个后面给翻出来，斜肩翻出去，这个地方推过来到这边啊，这个形状把它拼出来，然后呢往上面折过去。好的，到这里。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，就是把它的两腿都做一个合并。这里啊，记得一样，这个灰色的这个凸啊，要把它给扣进去，前面的两侧给捏紧，侧边这边记得把它给卡进去啊，两侧都给卡进去。好，那你会发现这里我们刚最开始的这个手臂的这个洞啊，你看它还是很容易去碰掉，没关系，我们最后再做调整就可以了。因为呢，你在最后的时候，你可以把它打成一个比较一个比较端正的一个角度。那最后的话呢，我们把这个下面这个地方给打开。好，那在这里的话呢，我们先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小展示，就是它的武器的部分。它的这个武器，我们呢可以把它扣在后面这个地方，这里有两个凸，对应边它这里有两个凹槽，那我们把它给扣进去，在这里啊，放反了，这样子，这边好，把它给扣上。这个的话呢，是武器呢会放置在飞机的上半部。那另外一种方法的话呢，则是收纳在飞机的下半部。下半部的这个收藏，我觉得吧，我自己觉得会比较好看。那我们扣的时候呢，就是一样把这个这里有两个灰色的凸，就是一样去扣这两侧啊。那你若记不住，就是把这个握柄是朝下这样子，两侧哎，这样就安上去了，再把这两侧的部件呢给扣起来。好，扣起来之后它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平放。那我是觉得吧，这个枪放在下面似乎是比较没有那么样的一个碍眼啊。那这个强调一下，它的这个水平的这个侧翼是在变形的时候是可以一体变形的，只是我就是嫌麻烦，怕它妨碍大家做的一个观赏，所以我把它给拿掉，不然它是可以一体变形的啊。那最后的这个能量晶的这个钥匙就把它扣在这里，噔，好了。那么我们的这一款传世系列 Voyager Class Starswing 呢，就完成了它的机器人到外星战斗机的变形过程。外星战机的形象还是一样非常的好看，有一个三角形的一个机体，这边一个大三角，这边又一个三角，对不对？那上方这里也是一个三角形，整个都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设计，有一个很漂亮的紫色的透明驾驶舱，这里有两个炮台的刻画，这两个炮台可惜是不能够转动的。那前方有两个可以发射火炮的装置，那我们这个时候也是可以把它的这个武器给抠出来。好，这样一来的话，就有一个，你要说它是直接是一个冲锋用的刺刀，或者是说它有一个类似于是发射这个能量炮的一个特效件啊，也是可以的。那我们看到后面啊，也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推进器的刻画。整体来说是一款非常优秀的玩具啊。然后价格来讲的话呢，就是目前比较贵，因为就是买不到。那最近的玩具就是有时候都会这样啊，这个变形金刚买这个变形金刚的玩具，有时候碰点运气啊。那我的话呢，是等了实在太久了，明明预定了，卖场都下标了啊，但是玩具还是没有来。那因为蛮多人催说啊，能不能赶快更新这一款，所以就跟朋友借了一个啊，非常感谢齐辉哥啊，再次提供我们玩具做一个开箱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。
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